说到邓超和孙俪这一对，想必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。不管是在什么场合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就会使劲儿的给大家撒狗粮了。都知道他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，两人都是娱乐圈非常有名气的演员，所以喜欢他们夫妻的粉丝也是非常多的。对于两人的恋爱细节也是非常的好奇。有一次孙俪做客金星的一档访谈类节目，金星和孙俪谈起了和邓超的恋爱细节。孙俪表示自己非常的喜欢孩子，在和邓超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邓超自己一定要在24岁之前生孩子，这也是让金星非常的好奇，为什么要这么快生孩子呢？孙俪听到后也是直言不讳，表示身在娱乐圈有许多的身不由己，如果不趁早一点生孩子，后面可能就会耽误。当时和邓超说的时候，邓超还以为自己是有什么毛病，金星听到后也是忍不住笑了。不过孙俪的回答还是非常真实了，非常的羡慕他们夫妻俩的爱情。看完节目，不知道大家对于邓超孙俪夫妇有什么想说的呢？